啊，没办法，你那时候月底出国玩啊，不出国啊，出去玩，出去玩啊，出国玩，对吧？好，还出不小心在出国玩这样子。银行抓到你这个人好像怪怪的，抓到信用破产，都说没钱，然后就自己出去玩。我叫妈妈，叫妈妈给你钱钱。好。哎，他们是谁结婚？我去干掉他们。小雨跟团团小雨，那干掉团团好了。哈哈哈！他跑，他技能升个奴隶吗？谁？你啊，可以升个奴隶吗？好，可是我先把我先把地有一道光，我觉得这很不舒服。你去升奴隶，叫人家补。我补。你补？对，我补。哦，进好多钱哦！奴隶啊，我去。哎，现在你是要跑去哪？啊，不上去弄吗？这干嘛？是那一条吗？是啊，我们挖一条路啊。因为我想说这边有玩一个往商店的捷径，你要叫我走远路哦，这个就比较近。你又在单人模式吗？你们是不是玩不同游戏啊？哎呦，对啊，有。哎呀，不是我稿子生完你就没钱了，富兰克有那么贵吗？金价不紧，33块。哇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他有花钱，这个连装备都已经升一升了哦。哎，波波，我教你怎么投票。好，怎么投票？就等一下你等一下600秒之后，你会有一本书。嗯，那本书里面可以选一个。我是觉得哈基怪怪的啦。我觉得怪怪的。不是啊，要生东西，我自己先把自己先生完，不行吗？你不能那么自私。你太自私了。那你们都不去生，我没钱哦。就没钱啊。你刚刚100，你刚刚200块哎。现在50几块就可以生一次了。你刚刚200块哎。完了，这个国家内讧了。有什么要解释的？这个国家内讧了。完蛋了，我要国王没用。我先去升一阶，不然我先没钱。然后等下投阿姐啊。我觉得以位置学来讲呐、那个，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啊。我相信啊，他刚好在中间啊。开炸了，没钱啊！我有74块，我要怎么花、啊？升先升装备吧，买技能。你先买技能。可以投了。头顶绿绿的，不是我、啊，不是我，绿绿的。我头上绿绿的，原本就绿绿的耶，怎么办？宝宝，头上绿绿的，不是他本来就绿的，没关系。我要投吗？你有一本书，有我看到啊。这一定要投吗？等一下，哈金想干嘛？你买哪买？你不要破冰了，想干嘛？你就投吧。你想干嘛？就投吧。投。好，宝宝跑，宝宝跑，宝宝我们被炸死了，是他想偷你的钱去还学贷，他钱全部花光了，这不合理。对啊，哇，我现在怎么学技能？那个这边技能书商人，你要先去提款，他不能用那个信用卡汇款，他只能现金哦，他只能现金付款。对了，我要提50块。他们已经开始炸我们直升机了，对那个我们经济差太大了。然后你可以化学无敌，哎，汪峰加倍。哦有有，无敌跟瞬移，瞬移哦，我看到了，我先学个都是保命招，赶快挖，60秒是不是？嗯，有了，然后那个你书本要打开它就有技能了，哦，我有一个瞬移，哇，他们不到钱，哇，好亏，又没钱了，运气太差了，我没钱了。好难过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玩快速场了啦。对啊，快速场吗？我们自己炸，我们自己炸一炸吗？自己炸一炸。宝宝，哇，机器差的有点大啊！你要不要牺牲你的肉体？杰克后面，
嗨嗨，牺牲我的肉体吗？对，我怎么发现的？最喜欢牺牲奉献了。啊，央央怎么会发现的？江娥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不知道选谁，那我来点点豆豆好了。”啊，我点到央央哎，然后哇，有那个魔女吗？我们是那个哈基一次就把他自己的钱全部用光，然后不分享给大家啦。嗯，他太自私了啦，太自私了，太自私了。我认识哈基没有那么自私，我认识的是这么自私，没错啦。不过太自私了啦，我很慷慨。大家眼中都看到不同的哈基啊，真的。我眼中的哈基是间谍版的哈基。啊，难怪一下就知道，哎、欸，这个是我认识的哈基，他可以偷偷不小心说，我不小心把钱领出来了啦之类的。哇，他们家是买分呢、欸，因为我刚刚看他直接就把装备升完了，我们没办法，没有钱，经济差了。你们前面钱也太多了吧，洋洋。前面不知道他们一直挖到啊，超猛欸、我自己挖满，他们就狂挖，这是运气的那个哎、欸嗯，好啦，运气的悬殊。Bobo， 你现在就是冲到敌方家门口。蹲几下，然后跟他们打招呼。真的吗？对，这样子会不会被说没有游戏体验？我们已经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，我们很努力要有游戏体验了。现在你们更没有游戏体验哦。真的、哦，懂你懂吗？这就像到很厌世。S 八之前要有买那个符文一样。哦，对，我们都只能有低阶符文去打高阶。我看到有人呢、欸。他这个人在干嘛、啊？你跟他蹲在哪？他在直升机。嗯，他在炸我们直升机啊！有分炸直升机，那个赚分数400块的由来。哦，哦，赚分数就是炸那个地图上的建筑。哎、欸、哎，停、欸、停啊！好耶耶耶耶耶耶耶！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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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打个耶、yeah. ！我们的国王是否有点可怜？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国王，来，我给你中介珍珠，你让他马上顺到对面去。外送到，我死掉了、欸。对啊，你现在就是观察者，你就可以跟队友说你的宝石在哪里，或是敌方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情。嗯，类似这种。哦，天眼兵。哦，天眼兵。那没关系啊，这场先让你练习一些、哦。对对对，然后来，现在开始有钱。这个箱子里面，你拿一颗中介珍珠。欸哎，好，飞过去，丢去敌方家，然后飞过去。好，然后我跟你讲一个小技巧，你手上不要拿旗子。哦，不要拿旗子。哎、欸，等下，有隐形兵。先不要丢，先把珍珠收起来。有珍珠，有。哎，丢了，丢了。哎，有人在追我。打他，左键回他。打。死了。他是谁？就是哈基哦，是哈基啊，哈基，间谍的部分。然后我们拿到啊，会发亮，然后会还速，会有那个虚弱效果，就是完全不能打人。嗯，嘿，那就是我们丢到那个宝座之后，你就复活了。然后我们会有个成就叫做英雄永不消逝。哦，所以我现在要飞过去吗？没有，你已经复活了，你复活了、啊。哦，中介珍珠来还你。你可以再准备前往啊！对，好像是7000分嘛，去了，我要去了。我强化你了，送吧！哎、欸，头上有人哦、喔，头上有人哦、喔。哈基在商店，哈基商店。我强化你了，快送吧！去吧！我要送了。哎，他们也是蛮痛的耶。不过来了，我现在干嘛？你可以死在那个国王宝座，去上二楼，然后找那个盔甲架。国王宝座，找个盔甲架死在上面，你就可以马上复活了。直接原地送，原地复活。你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蹲在上面，马上复活，马上起来。欸、然后再送，没有送到，可惜。来，再帮你开大，然后再去送。啊，你可以买个另外技能叫做爆冲。快冲冲过去。OK。我可以帮你买啦，我愿意效劳。他们是2100分，我们是负270分。一个宝石就是1000分啊。对啊。对啊。技能书。很贵的。天哪，我好菜哦。啊，白痴哦，我换出来了。你怎么东西换出来了？哎、欸，有人在我们家二楼哎。我换爆冲巧克力啊。哦。有人在我们家二楼哎。来，国王。死掉了！嗯，你怎么死掉了？我在换掉了，我在换东西啊。
那是流铁矿吗？就看有没有再次矿物。哦，说那个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可以洗，我可以洗。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怎么跑那边？我救不了你。哦，我要回来。来左右转右转转，哗 ！Surprise！ 我又按到灵敏度了啦，怎么那么敏感呐、啊？你敏感吗？我很敏感，很敏感。OK， 好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一个人在拆我们家直升机耶。哎哎，快走快走快走！你来你回来干嘛？你走！哦，我你走错边了啦！他被赶，被赶走了。这是你家，光死了光死了！你要以自己为第一顺位。OK， 这是几千分啊？是七千七千吧？嗯，看一下。我等下给你那个，隐形药水，那再带几坑 TNT 去他们国王宝座自杀，直接炸。有很棒，各种自杀方式。对，王国的十种自杀方法。这样也不错哎。哎，宝宝，可以拍一下。你会隐形药水对不对？我会啊。好，头上是谁啊？巧克力吧，应该是啊。去看看啊，走啊。杂货商，他一死过的话，应该就巧克力。死灵法师。哦，杀鸡！哎、欸，那个波波来，波波要死了，波波要死了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下一波。他跳要去找你了，你要回去了。悠悠，我回去了，我回我老家啊！啊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！我好累啊、哦。没有，是我们真的打不下去。不是，他送回来干嘛？他只是想享受，是不是？好，波波，不然波波来来来，波波来，波波来，我教你怎么了，波波在送货，波波我教你，来来波波，波波来，没有，我们在教他怎么玩那个啦，王国。你们他根本没有装备，他就一直在送命啊！你们在霸凌他？没有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你相信我，来波波就给你。听说他们这招很厉害，我来玩看看。来，然后你等一下，我已经退货两三次了，不然那分数不是你们刚刚就一直过来，我们还没准备好啊，他记啦。啊，我没了，波波。为什么没了？因为他那个1200会休息。哦、所以是也要玩吗？还是要重新？现在也来不及重新了吧？三十分了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昨天在玩什么啊？你们在怎么回来？没，他们说我会过去就好了。不是，你相信我，啊、这招真的很猛。没有出场吗？没有，这招真的很猛。你是相信我？你先开始。哎、欸，波波来，你先按那个对话框，有个那个开始。有人按对话框。嘿，开始。好，那里 OK 哦。按时准备完毕。对对 对, 對, 對。好。我想个中間。那你等一下就是隐、你等一下自己隐形。啊，有 idea 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波波隐形，往地上扔。没事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没隐形？有，我看有哎、欸。我看你没。我看我。哇，他的那个哇，好快。哎、欸，有啊好，你手上不要东西。来不及。然后你走到对方家的那个盔甲柱之后，往地上丢那个手榴弹，那个雪球，往你脚下丢。就是我重生的那个大大的那个。对。我来了，瞬间加分。他们不送，我们自己送。等一下还是国王送哎、欸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玩什么东西？这边有人，真的差太多了。我们会就算真的要拼，也会被碾压。不爆好了吗？不爆好了吗？哎，不是那里啦，是那边哦。哎，宝座。宝座不是那边，我不是说重生。我是傻眼，我说重生，国王人偶了，国王人偶，找不到宝座在哪？傻座了，国王人偶才对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还好吗？我被宝宝气死了啦！好，没事。啊，我们重赛，不然这样就结束了嘛，对不对？没事。好厉害！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反正这基本上你们就放弃了，没有再玩了、啊，不是吗？没有，前期那个差距真的太大了。我是真的在玩啊。
我认真在挖坑。我也不是，我刚刚想到一个很棒的方法。嗯哼。可是 Bobo 误会了，会错意了。嗯。没事没事，然后重开地图，我们就快速闪啊，速度闪啊。嗯嗯。波波，你会那个吗？买装备？有，我有在教他，有他们有教。哎、啊，其实你怎么没？看你都一直都裸体，对啊。然后我也没，因为我喜欢裸体，还是哦、喔，你要穿装备啊，不然一下子就啪啪啪被打死了、啊，怪怪的。嗯。哎，最后我获得你的爱耶！真的吗？真的。刚小三的事件。好。你知道刚刚繁星把你的爱给我在地板，我把它捡起来了。你波波，你一开始还去看那个200挖直升机，感觉像乡民出来看戏有没有？他逛街，他逛街。然后在爆米花，有200吗？我在学习这场200哦，不是啦，本机啊，哦哦哦，本机啊。嗯，好，我刚刚是叫 Bobo 去那个复活国王的那个架子上面，丢自己脚下那个啦。完全是送宝石啦。哦，那是送宝石哦。对啦，就是因为踩到别人的那个王座的话，然后宝石丢上去是对方加分。欸、你刚刚不是观察者？哦、我刚说200哦，本机很对啊，本机。哦，脑袋坑了。嗯。我其实没时间教 Bobo 太多哎、欸，因为刚好教他换技能跟、那個，而且那个其实是怎样，嗯，他会赚的吧？没啦，我就一直玩到可以，真的很可以连进来了，可以连进来了，一样一点。有，然后，我妈很会赚钱的，我就真的，他没遗传到你耶、欸。哇哦！教育一下，教育一下。妈妈，我要十块。妈妈的教育有点可怕。妈妈，我要十块。妈妈嘞？师傅，我要十块。师傅，等一下，我有身份越来越多，没有这回事。师傅，妈妈，师傅，你教了我749篇，现在在问我吗？师傅，太恐怖了。来哦。就1000分哦，中烟大陆哦。好，然后分数，第一天先挑战只能猎杀国王。好，就不能就建筑物的分数，你可以赌博、哦，对，好，可以杀人，但就建筑物不要破坏。可，哦、没有间谍，也没有结婚系统。好，可以不要再让我跟默默当国王。随机国王。啊，如果你再当道就没办法了。等下，刚我还当的蛮开心的，我以为。再当道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开心蛮奇怪的。我有点玩不下去。啊哈。我跟波波一队啊，我跟波波一队。好。波波。伯伯，你不爱我，真的哎、欸！没有，有了，我们下去。经过了五次追求，下去，再见 ，Locky， 不要。水机光会是谁当国王也不知道，拿去伯伯当国王。我当国王很好，我觉得刚当国王我当的蛮好的。没有，但不能自杀啦。本来国王当国王那个自己的生命要重视好。对啊，本来国王没那么惨，只是教你知道什么那个系统运作是怎样而已啦。算分数 ，OK。来，中原大陆直接来喽。9000分，看谁当国王。伯伯，我是王。哦，本机那个没关系啊，本机不喜欢穿衣服。什么、哎？可以哦，你是裸体爱好者，就是。那是因为他不当国王的时候啊，他当国王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他当国王不好说啊，好像没什么印象哎、欸。对啊，本机没当过国王啊，国王一样是隐形，他都是超级潜行兵的。对啊，对耶，好像没看过他当国王、啊。不过我们这里直接往下挖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挖到40层吗？为什么来、哎？没有，这边40层很危险。哦，不用到弄深，这里给你挖，这里给你挖。这边是多少？50。有，我挖到。中间基本上是送命挖了。哦，我这边有金诶。50吧。哇，这么快！夸张。哦，你在哪？我在挖矿啊。这是有间谍吗？没有。没有间谍。团结一条心。繁星的。没有结婚系统哦。什么？叫我干嘛？我在你附近呢。你很想结婚吗？很想结，很想看别人结。嗨。
哎呦，很想解，哎呀，嗯，很想解哦，解什么？话中有话哦，话中有话，通常第一句话就是自己的真心话了啦，怎么都那么巧？年终也有言，有言，对耶。蓝队的钱是不是有被偷过、啊？我们钱董事长 Jerry， 你有在挖钱吗？因为我们有啊，都没有。我们刚刚那边也是钱超少，对，蓝队不知道为什么几率超低。我先不挖，得给 Jerry。好好好 ，Jerry 你可以上二楼。好好好，有蛮多点。OK， 好扯哦。那不是呛你啊，我只是很好奇。我们这边上面铁很多，你应该可以够。哎、欸，有，我这边升很多铁，突然升了很多。然后 Bobo，、欸、你刚刚不是有换无敌跟瞬移吗？嗯，啊、一个人只能换三个技能。哦，三个技能，我懂了，就是 QWE 的概念嘛。好，你这样认为可以，类似。没有大你三个技能都是 Q。哦，三个技能，技能是原本是输啊，你要使用、使用就是丢出来。先使用之后，就要学习，要看书学习。看要读书，对，要读书。我们做个读书人。对，有文化，有素质。挖十块钱，波波挖十块就可以去换稿、哦。好，先我刚有升，我刚。在哦，在位。好、啊，挖完了，不要玩了。哎、欸，有一个金砖，不要，忍住。可是团团好像会要过去，他好快哦。真的吗？还没吧？团团还没吧？还没。团团是刚十块，他刚六十块了。那个，我、他们钱很多，那个真的衰落了，衰落，有机会，快，他们还没挖中间，你先，对，刚刚是团团已经过一次了，摔死了，我扔很多石头，你可以用，好，你掉哪里？楼梯下，好，扔哪了？哎、欸，还好，你那死怀也可以，嗯，啊，团团过去啊，加油，他是直接往下。啊！死亡！他挖到了，可惜，哇！110分哎、欸，好猛、喔！对，那是浅钱，那浅钱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努力挖吧。我刚有一个金砖，应该就很快就超过。哎、欸，我们努力赚浅钱。行啊，最喜欢赚钱了。对，最喜欢赚钱，然后把钱花掉的瞬间就很爽，很不爽。哦、这有研究证明、欸，花钱比赚钱还要。那个石头多的可以去拿一下那个鞘刺。还要开心，对啊，快乐。哎，巧克力刚刚那个金砖你有挖到吗？没有，还是好像有啊，好像有。啊 ，OK。哎，啊，楼下有在升。如果我拿金砖可以。可以。好，去拿。那这个刚刚下面有些黄黄的，我都拿走了。哎，没有挖更多，哎，黄黄的，刚刚超过了。这么厉害，哇，你130。我先升努力，我先升。哇，我挖150，我看能不能挖150。你挖150啊，我可以升努力。OK。有钱人。有钱人。等一下，我们都一起有钱。嗨，好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宝宝都知道怎么升。对，有教到了。刚刚只是没时间教全部啊。搞要升到那个钻石黑曜石矿工黑曜石搞。钻工黑曜石搞。对，你可以看。第二把钻石搞。好，哎，刚刚我们那边还有那个生黄金出来，我们刚挖那边，你可以挖。好，因为我刚刚在挖上来翻高高，我很缺钱，缺爆了，是你缺钱吗？缺爆了，所以你才跑到这边吗？哎、欸，我钻石，你这边的路最漂亮，好，谢谢，你最漂亮，我们那边都是直直往下。都是危险地带。你最美丽了的概念。了。鞘刺有人去拿了吗？有，我来了，我带回来了，你要吗？哎呀呀，留了留了。我上去，我上去。你又乱丢稿子。糟。抓到又乱丢。哦，乱丢包包。不是我。那是谁？不是我，那是你，不是你，那是谁？你绕口令吗？对，谁在一垒？谁？什么在二垒？三垒我不知道。谁？一垒。屁嘞！一垒你不知道。